法国公猪跟满打老虎。有这一位，这一位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特色的一位 B boy， 他是 B boy 界真正的斗士，他从来没有妥协过，他是为了 B boy 界他所认为的一些规矩一直在奋斗的，他括号过无数的人。大家都知道他是谁，但是有一个人没有应战，这一个人居然有两次红牛的头衔。大家都知道他是谁。Yeah!